优频道独家追踪锦衣卫北京之行。最困难的地方就是要说服自己，然后要说服观众，托托其实是比青龙很会打。鸡蛋大哥在现场，他一直在安慰我说，不用怕，你不会打到我的，我会避，我会逃的。那个边很难控制的，所以我们一直有特别去训练。你看我的造型比较前卫的，看起来都很冷，很有煞气这样子。但我们都用了很多不同新的元素放在里面，都希望给人家一个新的感觉。U 频道的观众，你们好，记得支持我们的锦衣卫哦。U 频道是以上电影的指定宣传电视。